啊，刚刚长途跋涉1000里啊，开了5个小时的车，总算到了那个遵义的湄潭。老弟，给镜头放下那个刺客，我们刚刚下来，现在在这里等那个神秘嘉宾啊。现在我们已经在那个遵义啊湄潭接到了，副驾驶已经坐上了啊。现在我们就往利川方向，晚上我们回利川打算吃宵夜，出发了。现在我们就还在往利川赶，今天一天都还没吃饭。贵州妹妹跟我在一起吃饿了啊！刚刚来民宿这里啊，接她过我们家去吃饭，她说非得要买一些东西，买了好多。买了好多东西，现在搬回家。本来我叫他不买的。你扯到我？哎，我让你听。今天获获不少啊，辛苦了。辛苦了。把他拿的东西，买东西吧，拿去，买东西吧，拿去了。快来。你买东西的时候就看我，看。那你说，你们说，你这人大不大气？我给你们看看是吧？到后面慢慢的。还没吃到啥？我先把姐姐拿一个。来，给姐姐提提个。姐姐太客气了。人家打出来没？他拿个规矩的。对，就是人家拿了那个是乐居的什么东西，还客气了，姐姐。不客气。难怪我们有那么多粉丝朋友们说贵州的女孩好啊，真的来到我家来那么多东西，有点不好意思。那行，好。看有没有你喜欢的，好不好？能不能抱得动？抱不抱得动？抱得动是吧？今天我幺妹儿啊，在这里研究腊肉，腊肉要怎么腌、怎么炕，她在教我。我的小外侄儿，来出来做个业，好不好？给舅舅做个业，来，看舅舅。哎，乖哈，好乖哟、哦！老妹儿，给姐姐快，姐姐抱一个。哎呦，我小外侄嘞，来，亲一下父辈。江南，这就是小妹的幺妹啊，幺妹的妻子，看一下我的老妹儿啊。小的时候经常跟我那个，经常打我，经常跟我争东西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因为那个要做饭吃了。贵州的女孩子来我们这边可能有点胆小，她不敢放心啊，所以说家人先要那个理解一下。下个视频我把她拍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